OK， 咁咧，首先嗱，呢啲好 baby 嘅就好 basic 嘅，就係點解叫紫禁城咧？咁，因為第一天上有粒北斗星，啊北極星，呢個北極星係唔喐嘅，咁呢個叫喺中國嚟叫紫微星。咁紫微星咧，佢就係、是、而且佢周圍好多星包圍住佢嘅，咁又係天帝居住嘅地方。咁皇帝係天子啊嘛，咁所以咧天人相應咧，佢就係、是。我哋用佢用翻个众星围绕啦，喺中间啦，位置不变啦，咁所以咧用个紫禁咧系平民禁足嘅地方，所以叫紫禁城。咁佢系明朝起嘅，1420年，你就记得1420年起就得噶啦。咁咧明清两个皇帝，两代咧住咗24个皇帝，明朝14位，清朝就系10位啦。咁呢个我系对啲小朋友讲嘅，希望你哋唔怪异。入咗紫禁城，你点样睇高级嘅宫殿啊？因为佢有高级，有冇咁高级噶嘛？咁你第一啦，其实成个紫禁城咧都系用明黄色嘅琉璃瓦做嘅，同埋红色嘅墙，呢啲咧平民老百姓系唔可以有嘅。曾经如果我冇记错，苏州嘅地方有个有钱嘅官员，佢就仿呢个嚟起咗间屋。被人告密，皇帝知道之后即刻漏夜拆晒佢，如果唔系咧就请过全家都要斩首嘅。咁所以呢个只系黄嘅红墙黄瓦，就系个特色。咁喺建筑上咧，你一见到由左手边开始先，就系嗰、那个圆山顶啦。圆山顶就好简单嘅咁样，喂，呢个硬山顶就系两个斜面嘅。我可唔可以用這個呢？看到嘛，岩山頂，岩山頂就是這裡前面突出多一點，跟住呢揭山頂呢就是這裡都是斜頂，但中間在這裡停一停再上去的，這個高級過前那兩個。咁然后最高级咧就四个斜面嘅顶，就叫无殿顶啦。咁呢个系最高级嘅。咁而呢个揭山顶可以有两重嘅。如果你正面嚟睇就咁样啦，系咪 ？Oops, sorry 啊。正面嚟睇就咁样，中间凹一凹嘅。咁呢个就系、是、当然高级过一重噶啦。而无殿顶咧，亦系两重高级过一重嘅。好啦，咁。平民老百姓咧，六品以下嘅官咧，只可以用硬山顶或者系圆山顶嘅啫。所以咧，我哋去到乡下地方见到咧，左手边呢啲就系咁，或者官府咧都系用呢、這个，唔可以有揭山顶，唔可以有圆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其他嘅无殿顶嘅。好啦，咁第三咧就睇佢屋上面嘅刺绣，唔系嗰啲脊绣。呢、這个系十只脊绣咧，系中国建古建筑内唯一一个喺太和殿有十只，其他系最高级系九只嘅啫。咁我同我孙去嘅时候，佢就识数啦。嗱，呢个有十只，呢个系九只，呢个高级七只啦，咁样。咁你可以同啲孙仔去讲一下，带佢哋去睇嘅时候，咁咪有十只啦、九只啦、七啦，单数嘅。好啦，咁你睇呢、這个，我就想讲一下点解中国建筑系呢个斜嘅顶，即系弯弯地一个弧度，而代替直嘅咧咁样。西方建筑比较直噶嘛，咁其实咧佢系渗水嘅物理作用，就系、是、当你如果渗水落嚟呢个弧度咧，同埋直嘅嚟讲咧，弧度系快过直嘅。是有做过实验的。咁地理咧又好睇啲啦，有个弧线唔系咁硬滚滚啦，系咪？好啦，咁第三，头先我讲咗几多样啊？屋顶啦，颜色啦，系咪？脊绣啦，咁仲有睇个开间啊？咩叫开间呢？就建筑里面四条柱维持一间屋啊嘛。咁但系你前面睇唔到四后面嘅柱，只系睇边前面啫。咁所以咧就睇呢个间啦。咁你数下呢度，总共有一二系单数嚟嘅，一二三四。5、6、7、8、9、10、11，咁啊最高级噶啦，咁所以呢个就真系中间啦吓，咁然后第一咧就系、是、第五咧睇个台基，就系、是、呢个基，呢、这个基呢度系好高啊，佢下边咧都要好高，如果唔系咧，佢嗰啲冬天咧结冰嘅时候，嗰啲 freeze and thaw 嘅作用咧，佢会整到个地基。歪的，咁所以个地基又系个台基，又系睇佢嗰个高级唔高级嘅。
好啦，咁呢个第五个因素，咁我哋成日讲话打好基础啦，咁基系咩咧？就是、个台基，头先讲咗啦，坐咧就系、是、呢个叫柱坐，起咗个地基之后咧，整一个窿喺度咧，整一个石圆形嘅石就放嗰个柱喺度嚟支持嗰间屋嘅主要嘅一个力量嚟嘅，咁所以咧整个叫基础。好啦，咁呢度你睇到呢个地基咧，系汉白玉造成嘅。呢啲汉白玉一点点系咩嚟嘅呢？原来是水龙头嚟嘅，因为咧故宫好少有水浸，佢亦唔可以容许有水浸，里面有咁多宝物，咁所以咧佢系有啲好暗嘅嗰啲叫 sewage system， 就系嗰啲将嗰啲水落雨嘅时候咧收集埋之后咧，经过呢个龙头嘅口吐出嚟，咁咧好少见，因为北京唔系成日落大雨噶嘛，咁啊有一次咧去到又真系好彩，突然间落好大雨，是豪雨，那我真的见到千龙吐水的，所以呢这个是就是很难得，然后落去之后呢它也有些排水的一些的结构，下面呢也有些是将它的水，所以即是 collect 之后呢，这里下面就不会有那么多青苔了，所以汉白玉呢始终是这么白净，而这些材料呢是多数是房山在河北那里找来的。咁啊，仲有第六锁门钉啦，我哋叫摸门钉。咁呢个门钉咧，其实系夹住嗰个木门嘅前后夹住佢嘅。咁你呢度咧，皇帝系有九行，每一行九粒。如果你普通嘅地方睇系七行或者五行嘅啫，你试下喺国内嘅时数数啊。咁跟住咧就呢、這个，连嗰啲窗都有高级同埋低级嘅、哦。嗱，最高级嘅咧就系、是、叫做三交六碗啊。三交系打斜同埋打直，好似个米字咁样，咁样交埋，然后咧有啲咁嘅空间俾佢，咁啊三交六碗。但系我咁好咁巧咧，我又有呢一块花板，咁我就即系呢个窗棂嚟嘅，呢个明代嘅。咁我话呢个都唔系好靓啫，即系点解佢唔用呢个咁比较好啲嘅咧？嗱，呢块系明代就系呢一块啦。咁咧呢个系呢一块。我不可以肯定它这整条是不是由头到尾一致木，但是很肯定呢这一条和这一些都是一致木的，因为在北京在这里将它复修的时候，师傅将它拆下来就是这个了。这些木呢都是 一条直过，但是它居然呢形成了一些圆形，你见不见到有圆形，有六角形，有三角形，有菱形，很多你可以看到，很有趣。而这些环你应该仔细看一下，它是真的好像一些链那样扣住的，这个是山西的，山西，所以呢我们觉得为什么故宫这么高级都不用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它火烛烧了很多次，烧很多次呢其实是来不及做的，因为它要木匠做那么多窗棂，是不是，所以呢在很厚的宫殿好像有一个差不多的，那我都很庆幸。你看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没有，它不是薄的，是这么多枝嵌在一起，有个槽给它，怎样说呢，有个粒位给它嵌了下去的，就是这个，你看在后面才行，那麻烦了。咁咧，仲有咧，就係佢呢度嗰啲係咪叫鞭啊？咁你佢咧就主要係畫咗龍，係金嘅龍，仲有好多形式嘅。呢條打橫，呢度係直線，兩條直線中間有條團龍。咁呢度有呢、這個，然後咧呢度有行龍。好啦，睇下呢個。嗱，龙都分好多种噶，呢啲叫行龙，就系、是、行龙咧，就系两条龙，佢个系即系龙咧，佢飞嚟飞好多姿态噶嘛，系咪？总之正面坐喺度嗰啲就系叫正龙或者叫坐龙，然后咧其他喐嚟喐去嗰啲唔同嘅方向就叫行龙啦。咁呢个行龙咧就系、是、对住粒
宝珠，这个就是我们佛教的摩尼珠。摩尼珠一定有火的，不是没有火不叫摩尼珠，也叫如意珠，即是如你所愿的，同埋你辟邪的。所以呢他们多数是用在皇帝那个龙袍里面呢，我看这有没有粒，有粒一如你如美如如有没有珠先，可以看看有没有，一间看看，或者后期那些未必有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行龙，行龙又分升龙，头在上面的升龙，头在下面叫降龙。好了，那这个都是它的在前面正龙，这个叫正龙，如果有个圈圈住的叫做团龙。那大家知道这个，那我今天有些铅笔送给你们的，可不可以义工，可不可以每人有两支的，其实就用这个 pattern 啊，就是用这个边啊，这个 pattern 来做的了。 你可以给他们自己传过去就可以了。那你呢可以看看里面也有降龙的，有没有升龙，我没看到，在下面有降龙的，又是多谢 Francis 帮我买的幕后功臣。好了，这个呢就是紫禁城的平面图，唔该晒，唔该晒，唔该，尽咗好多静，系啊！如果你哋有啲人有啲孙咧，唔止两个噶嘛，咁你麻烦你喺度再攞好唔好啊？有啲人有四个孙，你咪攞四支咯。OK， 咁咧，前佢咧就系叫前朝后寝啊，即系前边咧就上朝嘅办公嘅，后边咧就系寝宫，东宫前面系东宫，后面系西，左西边系西宫。其实咧，你睇下前朝后寝前面嗰个范围系大好多下嘅，咁但系用咧其实未必用得最多。咁我今日咧就唔会讲得咁，唔该，咁细致嘅，我只不过系主要讲太和殿。主要的太和殿和后面主要的乾清宫而已。太和入去，首先我现在当在天安门广场入去故宫了。你看看这个是不是最高级的屋顶呢？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它有些立位的那个揭山顶，不是无殿顶，是吧？第二有多少间你数一下，九，没有，我们刚才十一间，所以它不是最高级的，它只不过入门而已。入门口呢，这个通常是个作用呢，就是 make announcement， 就是那些诏书啊，每年例如几时落到有什么诏书 make announcement 给全国啊，或者是结婚啊，或者尤其是皇帝登基，要说我现在哪个皇帝登基了，这样。所以1949年11月1日呢，毛泽东嗰阵时喺上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啦，咁就喺度，就喺度讲，其实依番鼓励嘅，知唔知啊？即系古时候佢系要 make announcement 下一个皇帝系边个啊嘛，咁呢个就系佢话而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就喺呢度亦用翻呢一个建筑物咯。入去咧五门，咁我成日听出五门斩首喎，好得人惊喎。其实唔系喺五门斩首，系五门推出去好远下嘅，呢个近西边呢、这个，嗰叫菜市口。菜市口系一个 market， 凡系斩首地方系人多的地方，喺 market 嘅地方，俾多啲人睇到嚟成示众啊嘛，等人哋警觉啊嘛吓。咁咧呢个五门咧，其实系有咁啱。有五道门的，1、2、3、4，旁边有两个翼门。主要这个门呢就是皇帝可以出可以入，皇后结婚可以入不可以出，出就是东华门西华门这样的。然后殿试状元榜眼探花，殿试完咗啦，之后就经呢度出，系呢三种人系可以行经呢度门嘅啫。咁其他咧，文臣武官咧，或者呢个左手边咧，就系皇帝嘅宗室喺度入，佢一出，呢就系
神指出的，如果人太多呢，用埋呢度文阻武右啊嗰啲，咁就用埋呢几道门，咁呢个第一个作用。第二呢，就係佢喺呢度呢，亦係颁布啲历法啊等等，献夫嘅应该会讲，但係最重要呢，就係形象屏障啊，打这个是明代先开始的。那这个屏障其实很残忍的。因为呢皇帝你们打一百下，这个打是怎么打，是很多个人拎着大棍，然后呢有五个人按住在地下，头向下按住头，按你的膊头，按你的手，按你的脚，是用力百力打，每人只打五下而已，然后就换人，所以呢不用一百下都死了人的了。有时起码有时候 10%， 我看那些数目来说 close to 10% 是即场打死的，所以这个形象就在这里举行。尤其是崇祯的时候呢，都很多形象很惨。那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个作用的，就是献俘礼了，就是那些打胜仗那个对方的敌人的首级啊，个头咧就喺度献，喺度献献咗俾佢。呢啲鬼呢个就系敌人嚟嘅，喺度嗰啲俘虏。而呢啲就文嗰啲文臣武官喺嗰度，皇帝坐喺度。咁献俘礼又系喺午门举行嘅。好啦，入咗嚟之后咧，有条金水河。金水河咧就系其实系将佢出嗰、那个我哋所谓中南海嗰度啲湖泊嘅水，系其实系活嘅水嚟嘅，佢又通去另外一条河，引入嚟故宫，再出翻喺条活水嘅河。咁呢条河咧亦可以做运输啦，亦可以做呢、这个嚟救火啊等等嘅用途嘅。咁亦有人系觉得系风水嘅一个作用嘅。然后啦，你睇下啦，咁多个殿，边一个殿最高级咧？又温翻下咯，系咪中间嗰个啊？点解啊？无殿顶啦，两层啦，十一间啦，最高嘅地基系咪啊？最高地基，咁所以咧，超人殿咧，即系帝女花嗰度咧，佢杀第二个女就喺超人殿啊，超人公主啊，超人殿，佢话杀帝女花。长平公主在这里，但是真的来说她在后宫的后面的、啊、不是只在这里，唐迪生那就说在这里杀。好了，她前面一个大的 square， 那些文臣武官呢就要那天如果是真的只不过是元旦大婚和登基先在这里举行一个大的一个典礼的，就是那些文臣武官就是其实什么一品二品是其实在这里，还有呢他有个等级山的，这个等级山呢就是白仔这些人就跟着在这里站的，里面怎么坐法呢都是有规矩的。咁呢个所以讲呢呢度头先讲咗就係最高级嘅太和殿啦。咁呢好啦，头先讲咗问一下啦，点样睇高级定係低级呢？第一颜色啦，係咪？第二睇屋顶，係咪？第二屋顶嘅隻兽嗰啲 animals， 仲有呢记唔记得几多间啦，仲有个地基啦，係咪？仲有个门钉啦，仲有咩窗棂啦，仲有咩？我都唔好記得啦。咁咧，都你哋會記得噶啦嚇，起碼有八九種咁樣噶。咁咧就係嚟咁樣睇嘅，邊個係最高級嘅？好啦，咁啊嗰啲窗呢、這個骨牆缸咧，就係嗰啲救火用。點解後邊有咁咧？就因為冬天嘅時候，佢驚佢結冰啊，所以有啲火喺度，同埋嗰啲棉胎包住佢嘅。咁啊就係有啲又而家少咗好多啦，本來好多嘅。咁啊因為咧喺抗戰期間咧，有啲係偽證，即係頭，即係嗰啲叫咩？親日嗰啲人咧，就係、是、想將呢啲運咗去日本做佢嘅武器。咁咧點知運唔到去啊？咁啊就攞翻翻嚟，但係已經剝爛咗噶啦。咁呢個咧就係、是、八國聯軍嘅時候入到嚟嘅時候咧，已經有金喺度啦，所以就俾人刮咗嘅。好啦，如果你有孫咧，就問下佢。通常我哋見到兩隻獅子啦，係咪？邊一隻係熊，邊一隻係雌咧？邊個係爹哋，邊個係媽咪咧？咁樣右手對住佢個獅子，右手邊搭住個波嘅就係雄性，即係佢
男士控制寰宇，很有 power 嘅。咁左手边搭住个 B B 嗰个咧，就系、是、子孙万代，希望多啲子孙，就系雌性。OK， 咁你就记得咁样分咯。嗱，你睇呢、這个呢、這个嗱，红定雌啊？红啦，這個、呢个咧就雌性系啦。好啦，入咗太和殿，入咗太和殿咧，好多系金嘅啦。咁啊，呢啲殿呢都系金嘅，所以叫做金銮殿啊。咁呢度咧，我哋成日讲陛下系点解咧？陛咧就系楼梯。咁喺秦嘅时候或者再早嘅时候咧，皇帝咧，我谂应该系秦嘅开始，就系、是、旁边企咗好多人喺度噶，而喺臣子下面系唔可以同佢直接对话嘅，所以咧一定系通过陛下呢个人，然后再同陛下呢个人系保护佢噶嘛，就系先至讲俾皇帝听，皇帝都系咁样传声，所以以后咧就叫陛下代咗皇帝啦，就系咁解。嗱，呢个西华门喺呢边嘅，咁都要大家要攞咗 permission 之后咧，要对嘅，咁啊先系合符咯。咁如果冇咧，佢就系写啦，呢、这个人系做乜乜嘅，面黄毛须啊，咩嗰啲咁样嘅腰牌木嘅挂喺身边嘅。好啦，咁而家讲下服饰啦。咁咧，首先咧，满族系一个来自东北嘅一个狩猎同埋，佢唔系游牧民族。蒙古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呢就是他去到哪里吃些草，还有是在草原上无居无定所的。蒙古的战斗力是非常之强，所以成吉思汗一路打到去圣彼得堡那里的所向无敌。那么满族呢是一个比较上定居一点的狩猎和骑射。狩猎就是去打猎，都是要骑射骑射。同埋呢個畜牧仲係有養嘅，比較定居啲嘅。咁係喺松花江嗰度嚟。咁大家知唔知滿族嘅食品啊？呢、這個菜兒飯就是、生菜包。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宮廷食嘅，因為佢嘅先祖努兒哈赤，佢有一次俾明軍封鎖咗喺一個菜園嗰度。咁咧，佢咧就出唔到啲士兵肚餓啦嘛，咁嗰啲滿族嘅人都好好啊，整好多斬碎曬啲有啲飯啊，加埋啲肉啊咁樣啫，就成包俾咗佢。但係冇嘢食咁點咧？你唔可以攞個手咁嚟食噶嘛，咁就擲住啲菜葉就包住嚟食。咁所以每年嘅嗰一日咧，佢哋都要舉行食呢個包兒飯嘅。但係傳咧嚟南方之後咧，南方之後咧，啲人就梗系用生菜啦，因为清脆啊嘛，咁所以呢个系满足嘅食物。另外就系我哋荷叶饭系真嘅，荷叶饭喺南朝喺南京嘅时候，又系俾北齐打封咗成个城，封咗成个城咧，嗰啲士兵已经哇攰到唔喐得啦，冇嘢食。咁又系附近嘅农民好好咧，嗰阵时夏天啊，就将啲饭加埋有鸭，你知南京嘅鸭好出名噶嘛，鸭肉啦，啲菜丁啊嗰啲咁整埋，就系一包蒸食，佢就变咗系荷叶饭啦。咁所以荷叶饭由后来一路沿到去宋代向南传，然后去到广西，去到广东就系我哋嘅荷叶饭咯。这个是有记载的，还有呢柳宗元那些他有些诗都写明的、所以这个是第二呢，萨其马，萨其马，萨其马为什么叫萨其马呢？那么有趣呢，马仔现在都不懂讲萨其马，其实只懂马仔，其实满足的食物叫糖钱，蒸一条糖，即是那些面粉蒸成钱一个就切开它这样的。 OK， 服饰了。嗱，呢個佢係馬上，我覺得騎射嘅人嘅啲民族性係強過我哋農耕嘅漢族嘅民族性嘅。你諗下，成吉思汗嘅媽媽，佢話佢教個仔嘅，佢話除了影子沒有朋友，除了尾巴沒有鞭子。咁佢有句诗，我觉得好有意思。佢话咧，即系
即係佢覺得你唔可以信任嘅，因為佢都係好好艱苦出身，係咪？咁同埋嗰種戰鬥力啊，即係例如我記得佢有幾句話：馬背上的顛簸丟失咗我嘅温柔。馬背上的，看看記不記得先，即是那些馬背上的較量，從來沒人可以跟他比較。馬背上的蒙古，馬背上的歲月，是頂失了我的滄桑。馬背上的蒙古人永遠高抬了頭，你想想，即所以呢，這個騎射的人的民族呢，他第一是很勇很堅定，只有他說戰場上只有怕輸的人會有怕死的人，所以這個呢，所以那個遊牧民族那些更加強，因為他們不可以，他們跟動物鬥只有你死我活的，不可以跟他們協調的，打仗一樣，他有 strategy 怎樣去捕捉這些，同樣打仗一樣，這個 strategy 好了。這個滿族的人沒有他那麼厲害，但是都是騎射，是很重視的，所以呢就是那個他要子孫一定要有這個騎在服裝上面，不可以學漢人那些悠悠遠遠這樣的，一定有這個。但是可惜到了後來都不同了。那他們呢，第一為什麼他們要剃光頭，但是呢其實前期是這樣的，老鼠尾的。如果你是看清宮劇集，因為我沒有看，就是其實你清初是一條邊那麼小的，中期是這樣，到後期才是這樣。為什麼會這樣剪了呢？因為呢他們的頭髮，他們整個騎馬呢，還有在樹林裡穿梭呢，溜溜悠悠不得的嘛，所以就前剃了他。第二呢就是後面一定要扎辮，因為呢他的頭髮長會纏著樹枝，所以又要扎辮。入到來中國，即是統治漢人之後呢，就要人家剃頭。你知道我們中國人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後之恥也，怎可以剃呢，是不是？所以就不肯的。那也有人因為這樣，他說 留髮還是留頭呢，隨你啦，就這樣。到後來呢都經過一個大家 compromise 了，就是十從十不從，就是男的要梳辮，女的不用，生從死不從，這個不用說了，官從弟不從，所以那些兵仔呢，那些士卒可以不從，老從少不從，愚從識到不從，所以現在那些和尚袍那些呢，都是道的袍，都是明代的裝束。咁咧，仲有一樣咧，槍槓係呢個係嗰啲音樂嘅幽靈不做大器嘅，唔使，所以大器嘅啲裝束咧係明嘅裝束嚟嘅，所以就唔使用青裝啦，等等。咁咧，所以之後佢哋咧，到乾隆31年先至定咗嗰個制度嘅啫。咁咧，最大嘅最高級的服飾呢，就是禮服。禮服是祭祀。中國有個說話，就是國之大事在容與治，容是打仗，治就是祭祀。咁呢個就是祭祀要著嘅衫。而佢嘅服飾呢，好容易睇到係漢滿兩種文化交融嘅。例如佢呢個係佢嘅朝服啦，或者禮服啦，是上衣下裳的，這種是中國漢人的服飾。但是他披了這一塊呢，就是好像弓箭一樣，我們叫披領啦，下裳。那這裡呢，他又用龍啦，用絲綢啦，做他的物料啦，和他的 pattern 啦。這個帽呢，就是他們自己的一個帽來的。那麼馬蹄袖是什麼呢？因為他們馬蹄袖其實他沒有東西，射箭的時候冬天呢他們凍嘛，但是不可以穿手襪的，所以呢他就將皮草蓋住他，到不用的時候呢就是拉翻起佢，咁所以下嚟好似个马蹄咁样。咁同埋呢个袖咧喺呢边咧，一般嚟系用嗰啲唔同颜色，嗰种唔同嘅颜色系因为佢成日伸缩啊，就冇咁容易，即系嗰啲呢啲啲锦同埋啲材料咧就冇咁容易，即系方便啲啦。咁所以呢、這个咁佢身上有正龙，亦有行龙嘅。咁而家睇下佢祭祀咧，係作唔同嘅色嘅衫，即係個禮服，有日壇、有月壇，然後有天壇、有地壇嘅。喺北京呢個天壇啦，咁日壇咧，天壇咧，祭天咧就係、是、著
青，这个是蓝色的，还有这个青金石的链来配它。就是地呢，因为地是 yellow earth， 黄土地嘛，所以呢就黄色的。这个就明黄，黄帝一定是着明黄的，不好其他的黄不是的。例如橙黄是黄那些黄的仔的叔啊那些着。蛋黄、杏黄是非品着，所以明黄只是三种人着：皇帝、皇太后、皇后，所以还有皇贵妃，是四种人可以着明黄的衫嘅啫。咁呢个咧就用嗰啲 amber 嚟做链。祭日咧红色噶啦，就是用珊瑚链啦。然后咧祭月咧就蓝色嘅，就是用啲六重石嘅链。嗰啲朝珠啊，唔好话链，朝珠108粒，嗱唔使记咁多嘢嘅。佢咧只不过系，其实我觉得系同佛教有关系嘅，念珠有关系嘅。咁但系佢用嗰啲叫冬珠，冬珠就系松花江嗰度处白兰环落一系好难攞一粒嘅，因为佢多数系三四月去采，咁落去采嘅人咧都好多死嘅。嗱，呢個就是真係嘅朝珠啦，係一個朋友屋企嘅，咁就你睇下粒粒都咁大，咁咧就有個盒俾佢藏起嚟嘅。咁咧呢個朝珠咧，即係佢係人啲普通嘅平民唔可以去採，只係皇家可以採嘅啫。咁所以佢嘅皇宮啊、皇冠啊嗰啲其他嘅飾物咧，都係用呢啲冬珠，最高級就係冬珠。皇贵妃不可以戴冬珠，冬珠只是皇帝、皇后、皇太后可以戴，皇贵妃是不可以戴冬珠的。 OK， 只是这么犀利。还有呢，满族的人呢清朝早期呢是要戴，女士要戴三只耳环的。另外很小的呢就要他们分硬沙枕头仰睡，他的满族的头后面是后面枕是平的，咁呢个又系满足一个特色嚟噶。好啦，咁第二个头先系礼服啦，呢、这个咧就吉服啦。吉服咧就好似例如节日啦、生日啦、春冬中嚟元宵啊、中秋节啊、端午节啊嗰啲，即系赐宴啊嗰啲喜庆嘅时候着嘅多。嗱、这、呢个就系、是、明黄呢、这个就系、是，其实呢件衫就等于我呢件衫，同样嘅料，系雍正嘅时期嘅。你睇下佢哋早期嘅嗰个马蹄袖都系冚住个手嘅，系咪长一啲嘅？咁咧，皇帝一定系四开，嗱、这、呢个冇啊，呢个可能佢缝埋咗啊。咁咧，你四开嗱，呢度前后开，四开叉，左右开叉。但系男性嘅开叉系矮嘅，我呢个冇办法，因为佢已经改装咗啦。咁咧，所以皇帝系四开，女嘅系两开。所以呢，你一睇件龙袍，你话呢个皇帝着过噶，咁你系咪四开先？唔系四开就唔系啦。OK， 好啦，咁佢咧，然后咧就系、是、有正龙一条、两条、三条，呢个行龙，后边又有三条、四、五、六，然后呢两条 ，sorry， 呢两条七八，第九咧。就是在里面的襟的，我请一位朋友帮我掀开那个，这个是清晚期的了，这条龙都不是靓，在里面，这个是第九条，看到吗？因为平时呢剪出呢它没有剪出，因为你都可以再看的，就在里面，而且通常五粒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还有早期呢这里那些，这里呢皇帝是正龙坐在这里的，这个是山，这个是江水，哇好大的那些波涛汹涌的江水，这些是平的水波纹，看不到，所以呢皇帝是龙是坐拥江山，这个江山，所以呢这里你看，如果这个是长的呢，直的呢就晚期了，而这个是曲的呢就早期，你看这两件，这个是雍正的，这件是江水，我觉得应该是江水，或者可能同志啦，都讲不定啦，是不是直的？
后面那里多很多，应该你可以这样看，这个就是晚期，还有那些龙都不同的，那些呢是肥得得的，不漂亮的，没有那些应用的，你应该看比较才知道。那些这里呢三条龙是差不多大小的，见不见到？好像我这条都是三条龙是大小，到那里呢大那条上面那条大，其他就小了，是不均等的晚期。第二呢，这个水波纹上面的水波纹还是打洞的嘛，我们叫立水，这叫平水。那这个立水呢，那些水波纹是大的圆圈，这些 是雍正的时候，乾隆早期都有，乾隆在位时间太长了，晚期已经不是了。你看那里扁晒了，没晒这些立水，那人说是的，那些江山都没晒了，这样。那这里这个山呢是很宏伟的，这波涛的水支出来很漂亮，没晒那里平晒，是很不同的。那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一下那个早晚期的分别。云都不同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云啊，是黏在一起的嘛，那里一粒粒，这里已经变了一些云不同的了。OK。好啦，我又俾一件叫米珠龙袍俾大家睇下，呢个系有个朋友，而家都买咗啦。咁呢个你睇下，呢度已经长啲啦。嗱，呢啲有冇波涛汹涌啊？冇乜。由于佢里面有紫色啊，嗱，紫色可以系断代嘅，即系我哋而家好靓嗰种紫色系一百几是十九世纪中期一些外国的 chemist 发明，是 chemical dye， 所以呢那种是一定是晚期的，所以这个紫色是断代的。我那里都好像有紫色，我要看一下才行，如果这些没有那种紫色一定就是来做断代。好了，这个有三个龙，这个很漂亮的一个龙，大家看看。有行龙，是不是有正龙，有行龙，然后有升龙，有降龙等等。但这条正龙呢坐拥江山，相当漂亮。其实它不止玉，我觉得是应该不止江水的。 我自己跟它断代的时候是不止，但因为可惜故宫跟它断代的时候有滴那么多紫色给它看到，所以将它降了。那这个正龙你看看，它里面是全部是米珠的，同埋呢啲米嘅珊瑚珠 ，baby spread 嗰种红色，咁咧每一粒系好细嘅，细到点样呢，就系、是、好似我哋嗰啲大头针，比大头针嗰个头仲细。咁佢话咧，你其实咧将嗰啲珠穿窿系相当困难噶嘛。咁佢系十粒里边咧穿窿得一两粒系成功嘅啫。咁所以有八九粒系废咗噶啦。咁所以呢度每一条龙差唔多系九千几粒，九条龙系应该有九万粒。咁所以咧，咁你谂下废咗几多几多啦吓？咁你睇呢个系晚期嘅，佢个口唔靓啦，已经系吓，好似喊咁口。咁啊，咁呢个咧就行龙，行龙咧都系一粒粒珍珠做，好靓好靓。嗱，正龙唔系净系嗰度嘅，呢个襟前边，呢个领后边，同埋咧个袖呢两边都系正龙嚟嘅。OK， 呢都系用珍珠做嘅。咁咧身上面咧呢件最难得，仲有十二张纹，我又派咗一张纸你十二张纹噶啦。咁系咩意思呢？嗱，你睇日月有冇揾到啊？日月同埋星辰，日咧就系、是、嗰个三只脚嘅，咁然后嘅雀仔，然后月咧就系、是、有个白兔仔中药嘅，咁然后星辰咧就呢三个。星辰在前面，山在后面，日月在 左右两边。日月星辰是代表皇帝的光泽，是好像天上的光泽来照临你们万民，给你们恩泽，这解。咁日山呢，皇帝是民的靠，很稳重的，不怕，我又是我在这里，是你们的靠山。跟住咧，龙啦，龙咧可以有上天，又可以上天，可以落地，又可以地又可以入水，咁所以系千变万化，代表皇帝有适应嘅呢、这个应变嘅能力。
这个华虫呢，华虫你不要给个虫字光耀了下。这个这样的锦鸡啊，是很 colorful 的 feather， 那些羽毛。所以呢它就是它的文采呢，即是写文呢，就好像它的羽毛那么靓的。咁呢个咧虎咧就系、是、皇帝，呢、这个叫虎，即系虎头嘅虎。皇帝有果断嘅能力，佛咧就系、是、正背相同，即系你点样对神民，神民点样对你，同埋咧要公平公正咁解。另外就是中儀啦，中儀呢就是兩個青銅器，咁呢就是祭祀嘅，祭祀即代表是中啦，起碼係，咁呢就係有隻老虎喺呢度邊，有靈猴，靈猴代表智慧，老虎代表勇，咁呢就要又要孝，又要智慧，又要勇敢。灶呢是生活在静的干净的水灶里面，所以皇帝是要清廉的。最后啦，有火和米粉米，就是皇帝要给人家温饱等等。在上面呢，除了这十二章文之外呢，还有看到有蝙蝠，我自己都很喜欢蝙蝠的，中国将蝙蝠做得太可爱了。还有寿土，就是福寿的意思了。皇帝呢除了刚才讲的礼服、吉服之外呢，还有常服。他荒芜的衫呢都是有马蹄袖的，没有马蹄袖那些就是不同的了。他有时有立领，他通常是没有这个立领的，立领即是企领，即是我这条的立领，多数是圆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立领呢他射东西不方便，你觉不觉得出了条颈嘛，但是圆领就好了，他可以周围这样射，是不是？但是有时有被汉族影响都会有。咁呢个咧就常服，常服咧就系嚟要读书、上堂、斋戒、小型嘅祭祀啊，嗰啲咧就系、是、要都系四开嘅。但系佢冇花纹啊，系净嘅。咁另外咧，越行服咧就去 hunting， 去打猎嘅时候着嘅。最常见呢度系缺襟袍，缺襟袍咧就系、是、可以上马方便啊嘛，上马落马中意嘅时候就扣翻起佢。咁但系后妃女士系冇行服嘅。你睇下呢度，呢、这个就系缺襟袍啦。我放大嚟睇下，皇帝啊呢度缺襟袍喺度啦。咁西面挂咗呢啲咧，就我今日带嚟嗰啲荷包仔啦。咁呢个便服啦，便服就好随意啦。女士咧更加多姿多彩，可以即系冇规定嘅。嗱，呢个就系光绪读书嘅时候喺度闲居嘅。用服咧，因为佢系骑马而得天下，所以咧佢一定要检阅嘅。检阅咧，咁佢嗰个着嘅衫系好靓。如果系真系战场用咧，系有铁嘅，里边有鱼鳞钢片嘅夹，我哋即系防止人哋射。如果是没有那些就用丝绸做的，就是平时是行礼的时候用的。那这个就是康熙的用服了。那这个呢其实是八旗大阅兵。八旗大阅兵呢其实入关之后，因为他们是游猎和冲锋，所以呢骑马射箭是他们一定要具有的条件来的。那他就要规定入关之后呢三年一次大检阅。大检阅成几万人的，成几万人去的。皇帝全副武装，穿着很漂亮很漂亮的检阅的袍，那来检阅八旗子弟，包括满族、蒙族、汉族的八旗，就24个旗的。那就在他面前就很多，因为你会看到他们有时骑射啊，有阵啊，有开枪啊，或者 skating 啊，咁样。咁呢个就系乾隆皇帝嘅大检阅图嘅，佢嗰年27岁，意气风发，好靓。咁今日咧，呢度有个像喺左手边嘅。嗱，呢个像咧，好似喺而家喺故宫展出，系咪啊？系咪啊？展出咗？唔系呢幅，都系呢个检阅。似这个像是这幅，咁咧佢咧我哋睇到前边睇唔到后边，但如果睇埋呢个咧，你睇到佢后边嗰个系点啦？好啦，呢幅咧就呢、这个咧乾隆另一件好靓，呢件咧点样靓咧？佢所有都系银珠金珠啊！嗱，呢啲系银珠嚟嘅，呢啲系金珠嚟，哇，都相当
相当厉害吓。咁啊，有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咧，你有红啊，有黄啊，同埋蓝等等啦。咁呢啲系八旗。咁我依家谂起下级喺皇，系咪好多时候叫自己做神，系咪？或者叫奴才，有冇听过啊？咁咧，然后其实奴才源自呢度嘅。嗱，佢八旗子弟啦，佢分咗好多个旗，旗有旗主嘅，旗有旗主。咁啊，佢旗主咧就下面养咗好多人嚟服侍佢，嚟即系点样讲啊？即系统治咗每一个一下，下边有啲好多人噶嘛，系咪？咁咧，嗰啲咧就叫属人，属即系归属咁解，属佢。好啦，呢个旗主咧，嗰啲属人咧，称个旗主叫主子，即系主人家，主子，然后称自己做奴才。奴才咧系满族人，自己人称自己低级嗰啲叫奴才。OK， 系源自八旗子弟嘅。神呢就是上朝的，汉族人称自己为神。好啦，咁你喺到雍正嘅时候呢，就觉得即係哎呀，不如即係佢觉得係应该呢个係个应该 formal occasion， 写个奏折嘅时候呢应该用神。如果係私底下祝福佢呀，或者係献礼呀，或者就叫奴才咁样嘅。咁但係你人呢習慣咗滿族人都稱自己做奴才，喺即係低級到上級嘅。但係乾隆嘅時候就復返呢個古制嘅。咁所以呢可以漢族人係唔應該稱自己做奴才。即係如果你而家我唔知道上電影嗰度有冇講奴才嘅，應該就唔會嘅。應該係神嘅啫。漢人唔會改，但係滿人呢就係叫自己係奴才。呢、這個一路去到國統宣统嘅时候就先话哦，所以叫神啦。嗰时 too late 啦，冇乜机会啦吓。咁所以要讲一讲呢样嘢。好啦，羽服全个皇宫只一件羽衣啫，唔知点解，但系呢个好难得，系用啲 feather 好靓嘅羽毛黏蛇，同埋加咗啲羊毛落去扇水嘅，织得好靓嘅，就是、一件呢个羽服。所以你看到咧，啲畫裏邊都見到佢哋好多圍獵啦，其實都是軍事的訓練嚟嘅。咁你係嚟射緊呢個紅紅啊，呢個乾隆射嘅紅紅，佢咧射之後嗰啲藥嗰啲子彈咧，都要攞翻嚟包起佢嘅。咁呢度有兵器图，大家见过，一阵会再讲呢个啦。同埋喺佢哋嗰个Man-made River 嗰度咧，就系、是、有好多时候冬天都有皇帝坐呢个冰船啊，呢、這个船嚟嘅，就系嚟睇佢哋嘅skating 溜冰嘅。咁有马术图啦。咁好啦，服饰嘅总结就系、是、佢满族人咧有咗佢哋满族嘅特色，嚟剃头发啦，冬用冬砖啦，开叉个袍啦，披领，即系点解要开叉？其实等佢容易上落马啫嘛。咁然后披领啦，代表个弓啦，马蹄袖就等佢。马蹄袖唔系净系满族噶，我一路有一次我去中亚。十四世紀，佢哋啲衫都有馬蹄袖噶，咁樣靴啦，著靴啦，同埋帶火鏈啊、刀啊嗰啲咧，我睇啲火鏈，同荷包都係佢哋嘅日用品嚟嘅。融入漢嘅文化係咩咧？又用絲綢啦，我哋明王啊、上衣下上啊、農民、上面張文等等，咁佢哋。在中国历史上等级最分明、最琐碎、最多的呢是满族。每一个官员那里上面那最顶那粒宝石是什么品都有分别的，非常之细致的，是满族的。还有几张，就是八国联军的时候是入了紫禁城的，很多人入了去。你看这里入了去也刮了很多金，也拿走很多的，你在这里住在这里，住在这里，这个是紫头的寝宫来的，住了在这里。然后他入了扮皇帝坐在龙椅上面。究竟紫禁城有没有快？有八十几次大火。
呢、这个大火廿几次，八十几次火灾，明朝多过清朝。咁咧，你喺1420年起啊嘛，第二年已经系火灾啦，三个殿都烧咗。咁咪要咁耐先至重建，因为又要去揾木材啊。啲木材多数系喺西南边嗰度嚟嘅，咁所以运到嚟咧已经好长嘅时间，仲要加上木工啦、设计啦等等。咁你睇下呢几次都系。都是三個殿都起，即係都火災，你睇幾多？起碼三次。咁咧最近到你呢啲都係太和殿又係，其實太和殿起碼四次啦，水災火災。咁啊比較近啲咧，民國嘅時候咧就係1923年建福宮大火。呢、這個建福宮本嚟係乾隆皇喺嗰度休息嘅，裏邊咧就係、是、好多寶物留咗喺度，但係咧。在这里这个建福宫 sorry 在这里左手看不到在这里这个建福宫那么火烛呢他呢就觉得是一些太监偷东西那偷东西之后呢他就会点数他们怕他点数所以不如烧了为什么呢他救火的时候呢他烧得很紧要那么就是听到闻到一阵汽油味可能就淋了汽油那么皇帝很生气一嬲咧就遣散咗啲太监八百几人，所以啲八太监喺出面咧就都好惨嘅，佢就出咗去无家可归，就喺度抗议嘅。咁呢个建福宫咧就变得咁啦，咁呢又多咗，一路都系咁嘅。咁喺香港嘅陈启宗先生咧，呢个咧就系建福宫当时好多人，呢个就系光绪嘅皇后啊，一生都唔得宠，真系好惨。咁咧同埋一啲佢哋嘅啲眷属啦，一齐喺度影个相。呢、這个石头仲喺度，咁所以咧，陈生喺度啊，仲有呢个好多好嘅画，呢、這个就系女史箴图啦，哇、啊，好靓。咁呢个女史箴图咧就系八国联军时候攞咗去英国嘅。咁你谂下里边咁多书画嘅藏品都烧咗，好可惜。咁咧，陈启宗地咧就呢个就喺度。啊！呢、這個行龍集團啊，就用咗好似幾多年五年時間係咪喺度將佢再重建翻嘅？咁咧，喺1931年咧打到去沈陽，咁918事變啦。咁1933年咧就已經入到山海關，咁所以咧北京即係嗰時嘅北平啦，就覺得嚇呢啲文物都要經住打到嚟北京，我哋就可能好危險啦咁。咁所以咧就決定係將佢拎走。咁拎走咧就亦好多人反對嘅，因為佢覺得哇好似連代表中國嘅一個精神嘅文物都拎走的時候。人心就好浮动啦，咁同埋拎走嘅过程会唔会安全咧？等等，咁所以好多人系反对，咁咩反对声音都几犀利，咁佢哋咧就卒之决定都南迁，南迁第一站咧就系去上海，上海再去南京，咁咧就，但系点样？佢唔系全部都攞晒去。另外，其實主要是故宮的文物，另外還有怡和院的文物，另外還有國子監的文物。所以呢，他們首先就是決定南遷的時候要揀些什麼去，主要是怎樣包裝，他們不懂包裝的嘛，是不是？所以就那些木箱先。好了，他就要問例如琉璃廠那些古董商人嚟教佢哋嚟包裝，咁包你睇下，哇！遍地都係好多文物。咁包裝之後咧，就開始問呢個嗰啲箱喺度排隊咁樣出去啦。咁當時有啲反對嘅人咧就話：我要燒你哋嘅火車，我要點樣講啊？即係我要炸咗你哋嗰啲嘢，即係總之好反對嘅。咁所以佢哋咧其實係用一啲。好似夜晚黑啊，嗰啲時候用火車先啦。但係火車咧，亦有好驚嘅，因為日本人對呢批文物都係虎視眈眈嘅。咁所以佢哋亦會跟隨呢啲文物，睇下點樣去毀壞你嘅文物或者點啊。咁所以其實係好驚險百出嘅。咁佢哋咧就上咗火車嘅時候，亦有驚住沿途有啲賊啊嚟攔途截劫嘅。咁咧，又係
黑夜里面，夜晚黑的时候慢慢装箱就上了车先，一批一批，但你不说给人听的，人家不知道可能封了个门口不给人入啊，这样。那么就咁而期間咧，搬遷期間咧，就日本唔係英國咧舉辦呢個邀請中國啊喺倫敦開一個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其實嗰次已經係搬遷期間，咁啲人話好唔好去開咧？因為都好麻煩，咁你要揀係咪？咁佢哋話好，因為咧倫敦所睇到嘅中國嘅咧嘅文物扎腳嘅。剃头嘅系咁多啫，都亚病夫嘅样。佢话等人知道下，我哋中国有啲咁靓嘅文物都好啦。咁所以佢哋又开咗啲箱，拣最靓嘅735件，装咗80个箱，就用海运运去嘅，就喺度展出一个好几个月，引嚟好大嘅轰动。好啦，咁佢哋一路去啦，咁啊去嗰啲火車，首先去上海，去到上海之後就再去南京。咁咧，其實一路都唔係簡單嘅，佢有警衛隊或者嘅火車裏邊咧，有啲係空車，有啲係裝文物嘅，即係假裝。咁亦有時有炸嘅，曾經咧就係炸咗。咁你嗰個司機都好犀利，佢炸之後佢唔衝過去咧，就 collapse。那個火車，所以他就一衝過去，好彩就沒事，就是那架有文物的車。另外呢，就又去到剛才我就去到上海先的，上了上海之後發覺呢上海濕啊，對啲文物又不好，咁不如就去南京。南京嘅特登又整一個俾放文物嘅地方。但係後來日本人又去南京啦，咁佢又要遷啦，遷咗之後就南京大屠殺啦，好慘啊！跟住佢哋搬嗰啲人咧離開嘅時候唔知嘅，翻去嘅佢啲家人冇咗啦，但南京大屠殺死咗啦。咁所以咧，佢南京一路就去京漢口，就去長沙依條咁嘅路，有啲係呢條路，有啲係北邊嘅路，分三次嚟南遷嘅。咁去到咧，就去到長沙，就有個圖書館。圖書館咧就放喺嗰度。點知有風聲，日本人要炸，咁咧又要搬啦。搬咗之後，日本人大炸長沙，成個長沙館夷為平地，凹曬落去。好彩佢哋搬咗，咁就救翻。好啦，咁佢搬遷過程咧驚險百出，例如有一次咧，又經過你聽下呢啲咁嘅卡車運嘅係國寶，有一次咧就經過一條河，咁咧就成架車碌咗落去，啲箱浸咗水啦。咁好彩咧，嗰啲水係唔多啊，好少啊。而嗰啲係咩嚟嘅咧？係文獻嚟嘅。你失咗水又慘啦，係咪？咁所以咧，好多好多驚險嘅鏡頭。例如有一次喺嗱，佢哋咧就係經過，你睇下，就係呢啲石窟啊，啲廣元嘅石窟，係呢啲就係國寶嚟噶啦，呢啲係國寶嚟噶啦。咁喺啲路上咧都好艱辛嘅，因為啲路你即係以前咧。而家你哋啲路架好好嘅 highway 啦，就算我以前去啊，80、90年代嘅時候咧，都係好驚險嘅，下邊嘅懸崖，我哋就喺旁邊係咁行。咁咧運嗰啲文物嘅時候咧，都會翻車嘅，其中啊運咗，一陣會講嗰、那個呢、這個石鼓。好啦，咁例如呢一箱文物咧，就喺喺個嘉陵江文江嘅時候。咁落咗去，但係因為佢要逆流而上啊，喺嗰個喺有個大佛嗰度咧，嗰度要逆流而上，所以要啲纖夫拉佢先得。點一拉咧，斷咗條線繩喎。咁於是佢就衝咗落去嗰個河流啦。哎呀，嗰個艇嗰度，佢又話：哎呀，救命啊，救命啊，點算？因為佢落個長江之後就冇得救噶啦，一路就衝咗去就冇噶啦。啊，點知好奇怪，嗰個艇咧啊，走下，咦，停咗喺國淺咗喺個沙灘度。啊，又救翻喎。咁所以係好多嘢。咁啊，嗱，呢個石鼓啦，石鼓文，石鼓咧係計。
呢個喺書法史上面好緊要啦，因為計呢個甲骨文咧就刻喺石鼓度嘅，有十個，佢啲故事都好離奇嘅，分散咗啊，俾人賣咗之後咧，又砌翻咪又揾翻咗咁樣，有人攞嚟做咗當係磨刀石，又鋸咗佢好多嘢。Anyway， 十件都喺度，咁咧就拎上去又運啦。有兩次就喺啲窄嘅路，喺西南嗰邊嗰啲路窄，因為要對面有車嚟啦，咁佢又轉一轉啦，啊就碌成架車咧。有兩次，一次就係翻轉咗個石鼓文咧，好彩就碌咗喺個田度，又冇事。另一次咧，又係要被前面嘅車咧，嗰架車落咗去山崖啊，冇曬啦。人都可能冇咗啦，啊個石鼓咧，點解碌翻喺個地下喎？又冇事喎。咁啊，仲有奇怪咧，咁啊去台北好重視呢個啊嘛。嗰時最後撤嘅時候，石鼓上曬飛機，開唔到架，重得滯啊！每一個石鼓係一噸重啊。咁所以咧，咁啊，哦落翻嚟咧又歸翻中國。所以佢話佢啲文物係有靈嘅，即係好奇怪。佢哋保送嗰啲人咧。是乜都冇準備嘅，同屋企人拜拜，翻到嚟媽媽唔喺度，嗰啲家人可能散失咗，或者係日本人炸死咗咁樣。但係佢哋都係為文物，就是、保護文物咧，係好辛苦，係攞著命嚟保護住佢哋嘅。咁佢哋咧停留喺邊度咧，就會喺呢啲貨倉啦，啊或者喺呢啲多數係文武廟啦，嗰啲咩城隍廟啦、佛寺裏邊啦、山呢、這個你好似呢度有啲華嚴洞裏邊啦，咁樣喺度藏喺嗰度嘅，好濕嘅。咁佢哋又要攞嚟曬啊，又要咁去 take care 佢哋，經過成十幾年。而呢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就系庄新啊，就系Hong Kong U嘅，系好似成立咗我哋嘅你哋嘅艺术系嘅，啊庄新教授，咁同埋佢爸爸庄严，同埋佢细佬啊，吓都系喺度。佢就跟住呢個文物嘅遷徙嘅，咁所以佢哋咧有啲係向北去，有啲係中條線，有啲係南線。我睇嘅資料咧係根據唔同嘅人講嘅唔同嘅經驗咯。咁咧1947年咧就咁多箱去翻，又翻翻轉頭啦。南京大屠殺或者咩時候和平啦，又要將我運翻過嚟咯。其實呢個咧就已經係1947年噶啦，大家喺重慶聚首，然後開始又運翻去嚟。咁運翻去之後咧，就係、是、跟住1948年咧，就佢哋平津大戰啦，咁咧就嗰個國民政府咧就要想去離開中國，就去台灣。咁有一批咧就運咗台灣，嗱大約係 22% 喺度。其實故宮裏邊仲有好多嘢運唔走噶，好似家私啊嗰啲地氈啊嗰啲，我都未必運得走。運嘅都係精嘅。其實運去台北嗰批咧，係運去英國展覽嗰批，係精嘅。是很精的，咁所以咧，而家好似又打爛咗啲啊，係咪？唔知啊，真係有時好難講。咁同埋細件嘅嘢咧，精巧嘅嘢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去咗南京。其實 22% 都唔係話，因為有啲係文獻嚟嘅，唔係淨係藝術品嘅。咁呢個箱，如果你哋去參觀咧，就係呢個箱，就係運嘅文物嘅一個箱嚟噶啦。咁你而今次展覽都有嘅。好啦，咁故宮有冇被共產黨破壞咧？咁原來咧，毛澤東攻城嘅時候咧，都有精密嘅計劃嘅，要避免咗破壞故宮啊、大學同埋嗰啲文物嘅單位。當然呢個就係後同後期嘅文革好唔同啦。咁所以咧，佢係保護咗文革嘅時候咧，亦保護咗，因為咧。就是故宮嗰陣時嘅館長咧，佢自己直情喺門口擋住啲我認識嘅嗰位張忠培老師，佢咧擋住唔俾佢哋
唔俾佢哋入嘅，咁所以保護住冇事。咁咧，而後來咧，因為佢哋其實後邊咧，好似冇一路都冇點數噶，咁所以咧清點咗啲文物，而家整咗啲架啦，好似呢啲宮燈啊嗰啲整咗曬上嚟，而家就清點咗啲文物啦。咁咧就。咁咧，而家咁咧，其中咧就攞嚟香港展覽。咁而家就講下呢個展品嘅介紹。嗱，呢件就係嗰啲龍袍啦，即係嗰啲唔係龍袍，呢個係禮服啦，上衣下裳嘅呢個朝服啊，我哋叫朝服袍啦。咁上面咧亦有啲，有時你會見到啲呢啲啦，虎啊、狒啊呢啲十二章文嘅。咁你睇個龍咧，頭先我都若摸同你哋睇一睇呢個龍嘅呢個乾隆嘅嚇，呢個乾隆嘅都還 OK， 早期啲嘅龍都比較威猛啲嘅。呢個就係唔好意思啦，呢上面應該有三粒，呢度係有係星啊，後邊你睇位揾到遮住咗，可能山呢個狒。同埋虎啊，呢啲行龙，呢、这个就火珠。咁咧系呢个你头先讲咗啦。嗱，女装袍咧所唔同咧就有呢、这个，呢、这个系代表个马鞍啊。嗱，呢个系呢个代表马鞍。OK， 嗰个后边嗰幅披肩咧就系、是、象征呢个弓。咁呢個女裝嘅咧就有啲繡花，同埋有少少米珠喺度嘅，男嘅就比較正式嘅。咁呢個係上一次剪嘅，即係而家換咗啦。咁你可以上次呢個龍袍好靚，嗱、这、呢個乾隆啊，仲有睇到呢啲叫做嗰啲叫咩？我哋叫江山呢、这個江山，其實咧應該係叫做江水江海水江崖，或者叫做壽山覆水啊！呢有山啊嘛，有水啊嘛，咁呢就睇到好多嘅十二章文嘅，呢啲好容易揾，前邊後邊都有嘅。但而家呢個咧嗱，亦有覆鼠啦嗱，乾隆嘅時候特別喜歡咧紅色嘅蝙蝠喺啲雲嗰度穿插住，就代表紅福齊天啊！因為雲啊嘛，有天啊，你有見唔見到我呢件？我就話你哋要記住呢個嘅顏色就係明黃。呢、这個早期咧，嗰啲五角爪咧，如果喺早期咧係五角爪係等距離嘅，但你由乾隆晚期開始咧，或者中晚期開始呢度個距離大啲啦，就變咗係咁樣啦。到晚期更加係咁樣，早期係五角啱啱等距離嘅，我哋叫輪爪啊，好似車輪嘅咁嘅爪。咁呢個係新嘅，而家剪出過嘅。嗱，呢都係乾隆嗰個龍差唔多大細，係咪？啊！呢、这個係上次展出，即係換咗啦。不過我都俾你睇睇，这个、呢個咧就係、是、女嘅一組嘅袍，都有馬蹄袖。咁佢嘅刺繡係好得意，佢係叫貼，即係將塊布折一絲綢貼咗上去，再縫喺度嘅。咁佢咧，你睇下佢呢個咧係應該係。一啲蓮花或者荷花，因為咧呢啲都係直情係荷花啦，係咪？因為清宮有個不成文嘅規定咧，佢哋嘅花紋係跟季節性嘅。嗱，春天可能係桃花，秋天可能係菊花，夏天可能係荷花等等。OK， 你唔會夏天收個梅花嘅，嚇冬天收梅花，所以你睇呢個就係佢係夏天嘅。咁而家展出呢個就係、是、牡丹同埋呢個鳳啦，呢、这個牡丹同呢個鳳，呢、这個鳳鳥。咁啊，個鞋咧，其實咧，點解會做嗰啲咁高嘅鞋？因為佢哋唔扎腳噶嘛。咁佢有幾個原因，主要咧就係防潮啊，同埋防凍。嗱，呢個早期咧，佢個底又是年紀大啲嘅底就係咁平啲嘅。咁啊，呢個叫花盆底。慢慢咧入咗關之後咧，就唔需要咁怕。佢因為厚啲嘅鞋底，咪防潮同埋防凍好啲啦。地下好凍啊嘛。咁啊，將鞋底。加高之後咧，佢哋嘅高度，因為滿族嘅女子咧都以身材高大為美嘅。第一，第二咧，佢哋行咗上嚟又可以婀娜多姿啦，好似我哋而家啲扎腳嘅人啦。咁同埋佢哋嘅袍啊，佢哋嘅袍服其實係好長噶嘛，但係好容易棘到。但係有咗呢個高跟呢、这個高底鞋咧，佢就冇容易棘到啦。咁所以有呢、这個花盆底鞋。咁呢個咧就係用啲。
不是宝石，是玻璃珠造成的。这些玻璃珠我们叫琉璃珠，那时候 很矜贵的，我们觉得玻璃不矜贵而已，以前是很矜贵。所以这个有个蝙蝠，有个兽。这种的兽字叫长寿，如果圆形的兽就是圆满的寿命了。这个就是福在相，这个是两个金钱，所以是福寿相传这样的意思的。这个钟呢就是怎么说呢，我想讲一下西人入宫的一些历史，就透过一个钟。利玛窦呢来中国传教，其实他们都很苦心。利玛窦在广州呢，他是作和尚徒的，他当是等人家有个亲切感，即你知道我他又已经是成个外国人这样啦，是吧？他呢就等人家亲切一点，但后来去到南京啊，那一带呢他就做士人的，好像士大夫的装束。去到北京呢，他就送礼物给皇帝，送礼物，那时候是明朝，送礼物给皇帝的时候呢，他又送了两个钟，然后呢送两幅油画，那幅油画都是玛利亚抱住耶稣基督的，然后还有些皮带啊、衣料啊、那些银币啊那些。那皇帝呢好像是万历帝，他呢就只是喜欢看那两幅画，他想啊，那两幅很有趣，很立体的，看到这么立体呢，这两个钟就放在一边了。那后来有一次呢，他就突然想起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来的呢，那就叫一些太监拿出来，啊，原来是钟来的，但是他已经链已经上没了链了，那怎么上链呢？于是他就要找回找利玛窦，抬去找个小的钟的利玛窦，但是经常这样去找人不方便，就请利玛窦入宫，这个就是最初外国人入了宫的，就是这样由这个钟开始的。之后呢就其实因为传教呢，他们就很多教士来，就例如郎世宁那些都是传教士来的，他们希望在那里得到皇帝的认可，他们在民间传教得到方便。郎世宁呢就是跟他们画画，所以呢他用一个西方的画法和入了东方两个方法结合在一起来画这些画的，也同时呢也记录了很多，这些是这些八骏图等等，它是很多的，有不同国家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啊、等等 的画家都来，他们来了之后就穿回我们的吉服袍，穿回满族的袍，那些官服袍，有那些在前面的宝纸的，咁佢哋都有啲未必好适应嘅，但系入咗宫之后咧，系唔应该走嘅。但亦有啲人咧都离开咗，离开之后咧，其中一个就系带咗中国喺度教佢画嘅四个学生，中国人嚟嘅，就去咗意大利。意大利后来就学埋，呢啲系最早第一批留学生。在那裡好了，那這些也跟中國，這些是後面的山水畫，就是中國的畫法，但你畫的形體那麼寫實就是西方的畫法，兩個結合的，那也記錄了，那時候沒影沒 video 的嘛，記錄了一些戰時的戰爭的情況。那他們有些是跟皇帝畫 portrait 的，咁根據佢哋一啲日記啊，或者咩咁啦，佢哋覺得咧，啊，皇帝係好認真嘅喎。例如康熙咧，佢你畫我條眉毛啊，呢度咧疏咗啲嘅，後面又上面啲又生翻嚟冚住佢嘅。嗱，你畫到咁樣嘅噃。第二咧，畫到個疏佢又生粒唇瘡，咁唇瘡咧就應該同佢割咗佢。佢話你唔好割住啊，因為驚住冇個疏啊咁樣。咁后来好翻啦，咁佢又要佢话你每条须都画齐，我系好矜贵嘅啲须。咁啊，同埋佢坐姿咧，佢哋话佢哋坐嚟真系唔喐嘅。同埋咧，你有冇见到挨挨蹦蹦啊？
冇嘅，因为佢哋唔想啲人咁 hea， 所以从来咧唔挨笨嘅。佢话同佢画咁耐咧，佢都系正襟危坐。你俾嘢佢同佢倾偈攞嘢，佢论佢下半身系唔喐嘅，所以都系上半身喐下嘅手嘅啫。因为佢话佢哋咧拣啲神子，即系咧都系要睇下佢嘅行仪举止嘅。如果佢嗰啲人咧，你咧嗰呢个人唔会做得好，因为是佢游牧，即系佢哋系射猎马上嘅民族，好重视呢样嘅，咁所以咧佢都会睇慢。咁呢个咧就系同埋好写实。到乾隆啦，乾隆嘅时候咧，佢都佢话后生时就画我后生，老嘅时候就画我老，一定系我一条皱纹都唔好错过啊！咁所以呢个系老啲，六十岁嘅嗱，呢个系油画画嘅乾隆嘅样。係嘛？即係好難得咯，有幅啊喺意大利嘅，啊都有幅係油畫嘅。咁呢個就郎世寧。咁咧，佢哋皇帝身上咧，你睇下佢身上咧，其實帶咗好多嘢喺呢度，喺呢度，其實呢度，呢度咧又帶咗好多呢啲荷包仔。你頭先一間見到嗰啲荷包，嗱呢啲荷包仔咧，一間再講下，就係、是。同埋帶呢啲嘅火簾喺度展覽嘅時候，佢話呢個係火簾，我話係我就知，但係唔係個個人知火簾係乜嘢嚟噶嘛？呢個係製火藥嘅，用個嗰啲貝殼做嘅，同埋一定帶刀。咁呢個係扳指，扳指帶呢個手指嘅，即係射箭嘅時候咧，嗰啲鹽弓鹽冇鹽卡進嘅手。呢、這個齋戒牌，齋戒牌係咩嚟嘅呢？就係、是、當佢要做大型嘅祭祀嘅時候咧，佢要喺齋宮啊，我就留幾日嘅。或者在这里嗰個養心殿有個細嘅房俾佢，佢就要。不可以喝酒，在这几天不可以喝酒，不近女色，不可以办公，办公里面尤其是不可以签那些死例如剔这个死头，这个是坐监不可以处理的事，不可以参加大型的宴会，不可以即是在这里好像静修那样的，不可以有唱歌跳舞奏乐那些，就在这几天才开始去这个祭祀的，所以呢就带上这个斋戒牌了。这个就是我带来给大家的，其实这些呢就是他早期我们装食物的，他当他狩猎的时候呢带个食个袋索埋，他就装他的食物放在里面，入了宫之后呢觉得这些这么大的不好看了，就用丝绸做一个象征式这样去，甚至是香包放了香料在里面。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因为他的绳呢如果是宫中的呢是明黄，皇帝用是明黄的，这里是用明黄，所以我都不排除这个可能跟宫廷有关系的。这个烟荷包就是放烟丝的，这个呢就是那个火簾，一个盒来的，这个就是火药的袋，火药一粒好像保济丸那样的。咁呢度咧就係我帶嚟嘅嗱，火簾其實就咁樣，呢啲好細嘅啦，呢度有一個 blade， 咁呢啲係火草，咁就呢個係火石，即係 flintstone 啊 ，flintstone 我哋係瑞人士發明呢個用火嘅啦，其實兩個碎石打即係互相碰撞咧，都會有啲火星走出嚟嘅，咁用呢個 blade 咧嚟摩擦呢個碎呢、這個碎石咧，就開始嚟生火嘅，其實。借火容易个借火其实唔系嘅，火真系唔系容易借嘅，即系唔系容易生嘅。咁咧，咁头先佢用个 shell 咧，用个呢个 shell 嚟做一个放火药嘅咧。呢度咧我就用翻，我就好彩又买到一个用个鹿角啊嚟封咗呢度做放呢个火药嘅盒。咁呢度咧有个 video 睇下佢点样用。Flintstone 嚟生火啦，看到？咁啊有啦，开始有火啦，嗱有啲火啦，咁咧就即刻放喺嗰啲易燃嘅纤维里边，我哋叫火草啊，呢啲系。
係啦，咁咧就生到火啦，因為佢哋係啦，就係、是、咁樣嘅。咁所以個碎石咧就放喺個火簾嗰度，你應該睇下我哋有啲嗰啲就係火簾啦。如果你就咁睇，唔知係乜嘢嚟嘅，係咪？好啦，咁亦係故宮裏面見到呢啲碎獸叫做六端，咁係咩嚟嘅咧？佢話呢啲六端係一個好得意嘅，佢能夠日行萬里啊，咁啊同埋多過萬啊萬一萬八千里，同埋識好多 foreign language 喎。咁咧就係、是、有個故事，佢係見到聖人嘅時候咧，佢就攞住書嚟喺聖人俾聖人啦，咁即係見到佢咧其實係吉祥嘅，即係你係聖人佢先出現嘅。咁有個故仔就講成吉思汗西征一路，我就話打到去聖 Petersburg 嗰度啦。咁咧然後跟住翻嚟就打印度嘅。咁攻印度嘅時候咧，佢啲軍隊裏邊出咗個見到個野獸就係呢個啦，好得意嘅野獸，呢個傳說啦嚇。咁啊佢話點解有咁嘅石咧？帶過嚟俾我睇啦咁。咁佢開口同佢講，佢就話：你唔好再打啦，不如你翻去啦咁。咁佢覺得，因為佢哋再打係屠殺好多人咯。咁佢係人獸嚟嘅，好仁慈嘅。啊，成吉思汗又聽佢話，既然我見到佢一定係明君，我一定係好噶啦。咁佢真係就班師回朝。咁呢個就係、是，所以咧呢個碎獸咧就會放喺呢度嘅。有冇見到喺宮殿嘅旁邊踎喺度嘅？見到嘛？喺呢度，啊呢度係一對喺嗰度嘅。咁咧就係在住佢政通人和，喺外交順利嚇，即係能夠冇人冇俾人打啦，同埋咧同埋同隔離即係其他啲嗰啲國家咧，大家係和平相處咁樣。咁仍然有個像，上面有個瓶嘅，上面有粒火珠，咁咧就係太平有像啦。你諗下個像孭住個瓶，係咪要好平穩咧？咁啊寫只國家好太平、好平穩、好穩定嘅。咁另外咧就有啲鹿，呢個殼咧一定係有呢個嘅丹頂殼，係紅色嘅。咁呢啲殼咧係好靚，係長壽，同埋佢哋係愛情好專一嘅，即係可以去到八六一情係啲一 pair pair 出現嘅，一個死之後第二個殉情嘅啦。咁所以咧呢個係有成六十幾歲命嘅，咁所以咧睇佢嗱呢啲係好靚，一齊跳舞好恩愛嘅。咁咧，所以佢哋又係呢啲殼就喺呢度啦。咁喺度系咪？咁咧呢个就系六端啦。嗱，呢个正大光明嘅匾。嗱，呢个咩龙啊？正龙呢个咧？呢个咧？系啦，咁嘅嘢。即系其实呢个龙系无所不在，好灵活，上上落落，飞嚟飞去。咁啊，另外有六端又喺度啦，系咪？头先又有太平有象喺度啦。甚至今次展出的呢都是有这个殼仙殼在这里的。还有一些乐器呢，例如这些乐器呢其实在战国很出名的，就是那个这个在湖北出了这个六十四件这个啦，那个出土在湖北博物馆有一套的片中六十四件，是很犀利的，每个钟是有两个音的。咁呢个咧就系细嘅偏中，咁咧但系咧就开嘅时候，嘣打声，到结尾嘅时候，叮咁就结啦。呢个系磬，咁呢个磬咧就系嗱呢个就系一个磬就变得咁嘅样啦。咁呢个系个戟嚟嘅，呢幅画咧就系讲行乐图乾隆拎抱住嗰啲系细路仔定个孙咧，唔知道啦。就系攞个嘴系戟呢个磬，下边有两条鱼嘅。咁呢个戟咧，呢个戟系好犀利嘅武器。嗱，呢一个就矛啊嘛，吉落去。呢个再加上嘅时候，吉落去之后搞一搞，你啲肠脏都冇晒噶啦，系咪？系好利嘅武器，咁啊叫戟。咁啊戟又代表吉。呢、这个庆有余，咁啊叫吉庆有余啦。咁所以新年嘅时候就攞佢当咁啊吃响下，好兴嘅。清代嘅羽衣吉祥嘅图案里边好多吉庆有余嘅。咁又睇到个 picnic 啦，你睇下一个葫芦里边装咁多嘢嘅呢个展品，呢套好靓嘅一个餐具，就系呢度一 set。匙羹，呢啲系装奶茶嘅壶，呢、这个系酒壶，系金嘅酒壶同埋酒杯。嗱、这个、呢个咧酒壶里边你睇到，好难得嘅影到佢有行龙，
又有升龙，又有降龙。OK， 咁呢个系嚟，呢个设计都好好咯。你睇下呢个个龙含住嚟做嗰个把手，呢度咧吐出嚟嘅就系佢嗰个茶壶个酒壶嗰个柄啦，嗰个口啦。Oops， 停点样先？佢自己放大咗。OK。啊！呢度好靓啊！呢条匙羹好少系用一啲琥珀，唔系呢个 Eggy 系咩啊？玛瑙系嚟做一个佢嘅匙羹，然后呢条金嘅柄上面镶六重石，呢一个咧都系玛瑙嘅碗嚟嘅，其实一对嘅。咁呢度就其實頭先個金杯就換咗啦。嗱呢種咧就係用一啲嗰啲珐琅嘅做工藝啦，同埋佢係叫半番蓮啊，唔係用中國嘅花，叫半番蓮嚟做圖案，同埋有開光，呢係西方嘅影響嘅。佢哋好中意打邊爐，咁咧就夏即係佢哋夏天嘅唔係冬天打邊爐。嗱呢個壽字就係元壽啦，呢個就長壽啦。咁咧，仲有咧，就系佢哋都会 warm 住、暖住嗰啲食物嘅，可能有个香气，可能系结婚用噶啦，呢个系而家噶啦。跟住咧就系有呢个嘅好细嘅剂药嘅。咁呢个今次咧，我好彩，唔知点解又买到一套咁样。不过呢套似乎比佢复杂啲啲。咁你想讲下清宫嘅药物嘅药，皇帝睇医生系点咧？咁样佢又有太医啊，太医咧其实系即系卫生署咁样，系管药物啦，管医生啦，就派啲医生去皇宫度实当值。咁啊，当值去边个要睇咧？就系啲嗰啲医生去睇，嗰啲医生就叫御医啦。咁啊，睇咗之后咧，就其实啲皇有啲。我唔知啊，電視劇集裏邊話啲皇后啊，嗰啲妃子可以叫人啲御醫嚟睇，唔得嘅，一定要經過皇帝報個皇帝，皇帝之後先可以派到嗰啲御醫嚟同你睇嘅。咁睇完之後點咧？佢啲藥咧就要執藥啦，執藥咧就係兩劑嘅，兩劑嘅藥就。即同樣的兩包呢一起煲煎藥，煲完之後呢又分為兩個大的碗裝了它，換個兩個呢，一個碗呢就要給人試飲，一個碗呢留給皇帝試飲。那些什麼呢？就是御藥房的太監和很大的官，咁咧或者系御医饮完之后冇事啦，先至系皇帝饮嘅。好啦，咁啊，皇帝亦睇西医嘅。咁西医咧系例如康熙有两次健康有问题，一个咧就系有疟疾啊。一个呢就是有心悸，即是那个heart beat不正常，因为那些王子增位都很重要，所以他那个heart beat不正常。那疟疾那次呢中医未搞得掂，咁于是睇西医啦。西医就觉得佢应该食嗰啲叫做咩鸡金鸡腊伤，咁但系中国冇金鸡腊伤嗰时系外来嘅，咁总之攞到嚟啦，攞咗俾佢。朝廷啲人争论啦，究竟啱唔啱俾皇帝用咧？咁啊争议好多 argument。咁总之咧就佢话总之咁样赞成，就系两批人。民間患了藥疾的人找些人過來，然後呢就找四個重要的臣子一起，四個病人或者四個那些那個臣子一起飲，飲了之後呢原來民間的病人好翻喎，然後四個臣子飲都沒有死到喎，好喎，好啦，先皇帝用，皇帝真的即刻發得好咗好多。佢嗰時康熙已經幾重㗎啦，藥疾都幾重㗎啦，咁好翻，咁跟住再飲多幾日，咁就好翻曬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每次用藥咧都好謹慎嘅。另外咧就心悸嗰、那個，卒之羅馬嘅教廷裏邊咧，就其實而家啲醫生啦，咁啊就叫佢飲玫瑰，唔知叫玫瑰咩酒啊，咁咪好一啲，咁咪以後叫佢飲葡萄酒，啊對呢個心跳好嘅，咁啊好啦，咁啊好啦，如果你執錯藥，咁啊點樣罰佢咧？咁原來咧你執錯藥咧。
好大件事，是一百丈一百丈。如果你执个药唔够好嘅，用啲曳药咧，六十丈。如果你系冇试饮咧，五十丈。所以咧都好谨慎嘅。咁呢个系随身携带合埋，即系我系有喺度可以俾大家睇，好细嘅啫，好 Q 嘅。咁折埋一齐嘅盒仔，攞个布，攞嗰啲丝绸嘅袋摆喺度就好方便噶啦。呢件咧好难得一件嘅，中国好少见嘅一个玉灯，系汉代嘅。咁咧你睇到佢已经好难影啊！我哋有个朋友影到呢度，睇到呢啲勾连文纹，同埋呢度有一个碟，个碟后边嗰度咧个底啊，你睇下，哇，好得意，好少啊！唔知点解要喺个底度喺度嚟？呢个系似乎系得一件嘅啫。咁另外咧，呢個玉好佢又收好多古代嘅嘢啦。當然乾隆又破壞咗啲舊古物啦。咁呢度睇到好重要嘅呢個，你點樣睇個漢代嘅咧？就睇呢啲小毛毛，短嘅小毛毛，呢啲毛啊，喺個轉彎嘅地方嗰個就係有啲小毛，就係漢代嘅動物嘅特色嚟嘅。咁啊，仲有啊，呢個乾慶崇慶皇太后好八十歲嘅，係好福氣，因為咧佢個仔乾隆好孝順，呢個就為佢萬壽圖祝壽嘅。咁啊，上面喺佢度啦，佢好似仲送咗一個土俾佢個媽媽。送个玉兔俾个妈妈嘅，咁啊前面咧嗰张台度咧个供桌咧就有两个茶壶，呢两个酒壶咧其实就系呢两个啦。呢个咧好得意，个细路仔真系送个兔俾个妈妈，系咪同佢呢个有关咧？呢个好难讲啊，你可以睇下，呢个系用嗰啲珐琅。的做法又开光，西方的做法，但里面呢就中国的画，所以是中西的混合的。咁呢个咧就系睇到中西混合啦，呢个酒壶其实咧喺西方咧，英国啊嗰啲咧就系放喺个台度噶嘛，咁嚟饮茶噶嘛，咁里边呢个系中国式嘅，上边呢个咧就系西式嘅，成个系西式，但系中西混合。咁呢个我睇到有个系源自边度咧，就源自呢个 V&A Museum 喺 London 嗰、那个都系咁。咁佢呢边有写埋有文献记载，佢话佢照住西罗西洋嘅壶嚟做一把就系咁啦。呢度咧就有个玉杯啊，咁我乾隆睇到佢就话啊，呢个汉代嘅，不过都好识货，又系唔似咁样，一汉代冇呢啲咁样嘅 B B 仔，咁佢就话点样做噶，咁即系就揾个玉工嚟啦。玉工话其实呢个系冲嘅啫，唔系真嘅，系加色嘅。咁啊点样加色咧？就将嗰啲马瑙啊。唔係將喺嗰個玉杯嗰度攞啲好尖嘅嚟篤窿，篤篤篤篤篤好多，有啲密嘅，有啲疏啲嘅，然後就浸喺嗰啲馬瑙，係咪馬瑙 amber 琥珀煎咗啲水度，係咁浸住嚟煲咗佢成面啦。密嘅地方咪深啲色咯，其他咪疏啲色咯，係咁樣嘅咁。原來係咁。咁可惜咧，剪出嘅時候都係咁。有冇说明？如果佢打开咗，你都睇到啦，系咪？咁就系咁样嚟嘅。呢两个 B B 仔，呢个青嘅，好明显嘅青嘅一个造型。而呢个系咩咧？就系金钟笼啊，系放蟋蟀嘅。原来佢剪出系咁啊！我哋真系唔知系乜嘢嚟噶嘛？你拎开咗先知道，原来系放蟋蟀嘅咁。咁咧就有清代嗰啲好兴用啲暖水、暖手用嘅，有啲暖脚嘅，有啲暖手嘅。嗱，呢个你睇到一幅画，呢个《雍正十二美人图》啦，咁就系放喺度暖手嘅。咁咧，亦呢个雪呢个叫冰箱，箱咧就系个开系咁样开嘅，柜咧就系咁样开嘅，咁样开嘅叫柜。咁樣可以叫箱嚇，咁呢個冰箱咧就係、是、乾隆嘅一對，咁就係最後嘅皇帝溥儀帶咗去天津，後來佢再去長春就唔帶呢個啦，咁咧就後嚟賣出嚟就俾一個中醫買咗，中醫買之後就俾一個女，個女後來咧
即係好阻定啦，咁啊就嚟賣就送咗俾出嚟，就喺故宮嗰度，咁啊做得好好。嗱，佢裏邊咧，其實中國不嬲都中意超啲食物嘅，即係冷藏佢嘅。咁所以咧喺戰國已經有呢啲冷藏噶啦，佢仲用啲冰咧，有個冰窖啊嘛，有冰窖藏咗落去，每一年將嗰啲一個 block 一個 block 嘅冰運去個冰窖。而家故宮嘅冰窖咪做咗餐廳咯，咁啊就。然后就再去拎啲细嘅，就呢个细嘅。你睇下佢喺呢度有啲窿，可以褪啲冷气出嚟嘅。咁啊就一对。咁呢个咧就系好靓嘅，原来香港嘅 collector 都有，就系喺呢度有支树枝透过呢出翻嚟，有九个寿桃，同埋有五个福。啊！呢、這個好似五個定幾多個蝙蝠喺後邊，即係其實睇一個碟唔係睇前邊，睇埋後邊成個嚟睇嘅，同埋下邊。咁呢個就已經冇噶啦，就係、是、呢、這個呢、這個德化祠嘅何朝宗啦，有個印最出名嘅明代一個瓷器嘅專白瓷專家，呢、這個係有佢見到有一個呢一個。呢、这個道光嘅嗰啲呢一塊嘅爐圍啊，同埋呢個 BB 仔，其實 BB 仔做枕頭都好普遍嘅。咁呢個係定窯裏邊咧白瓷，但係咧最靚嘅唔係呢個，最靚嗰個喺台北故宮。嗱、睇到呢、这個。嗱，呢個台北故宮嘅係咪啊？精品去到台北，有件衫係咪靚啲啊 ？OK， 嗱，呢個又撤走咗啦。上一次可能你哋有人睇過，呢、这個係廢料嘅處理。本來咧，佢用咗呢嚿玉咧，就整一個玉碗啊，咁咪有個窿喺度咯。咁但係嗰、那個呢、这個龍呢、这個好好嘅巧匠咧，佢就將啲玉料再攞啲嚟做一道門。咁咧就然後前面另外呢個巧色雕啊，呢個顏色咧有顏色嘅做呢個好似啲樹嘅秋天嘅景色。咁有個婦女，一個女士喺度門口。你睇下佢上面有冇嗰啲屋檐啦，同埋有條柱嘅係咪？同埋呢個街。咁然後後邊咧有呢個芭蕉葉喎，咁同埋有啲台啊、啲凳喺嗰度，成個花園咁樣嘅。咁你喺度，雖然你哋今次睇唔到。但是可能以前都看過，但是可惜它放在一個 corner 位，即如果放在中間四面都看到，你說多好呢，展品我覺得是多了一點。這裡後面，這個後面有個女士在這裡，這個是前面的女士在這裡，所以整個呢是真的做得很漂亮，所以乾隆呢都提了一首詩 在上面的。亦有睇到呢啲恆都斯坦叫恆都斯坦嘅玉器，就啲白玉镶咗啲宝石上面。呢、这个系个呢、这个冇展出嘅喺故宫，呢、这个系里边，呢、这个系喺外边。呢、这个嘢展出啦，恆都斯坦嘅玉器啊，呢、这个好出名，似唔似我哋嗰啲非法店嗰啲啊？红蓝白啊，嗰啲红白蓝咁样。咁咧，一对嘅。嗱，呢個喺故宮，北京故宮，呢、这個係嚟香港。我覺得香港個係好靚，啊，即係咁其實咧，其他地方都有喎。嗱，呢個喺布達拉宮嘅，冇咁靚。香港嘅私人收藏家有，同埋咧喺呢個 Bristol 英國嘅 museum 亦有一個。咁其實燒嘅時候咧，佢裏邊係白色嘅，係出邊有嗰個顏色嘅啫。咁所以咧唔係容易做嘅，所以玻璃器皿喺清代做到相當成功。咁啊，當然大家睇過《洛神賦》啦，咁我就唔會講嗰個啦。呢一幅佢做得好好，我只係想講一下咧，佢啲髮型啊、啲衫啊咁樣啫。這個畫得相，這個臨摹得相當好嘅。嗱，呢個啲計啊，點解會係咁嘅咧？咁呢個就講翻伏飛啊，即係曹植嘅曹操嘅飛。咁佢咧就每次梳頭嘅時候咧，梳計嘅時候有條青蛇喺個前邊出現，就翹嚟翹去嘅。佢每次見到佢點樣翹，就翹翻個計咁樣。咁我哋嗰啲叫靈蛇，咁所以呢個計就叫靈蛇計啦。嗱，睇下呢啲。啊！呢啲零蛇計係咪好唔同嘅？有啲 ，anyway， 咁咧就佢呢件衫咧，
嗱呢度咧好多飛出嚟三角形嘅喺度，咁啊飛呢度上邊咧就黐咗有兩條飄帶，咁我哋叫佢就飛籤垂簫。嗱飄帶係咁樣落嚟啦，呢啲就係簫啦，就飛籤垂簫。呢啲喺敦煌壁畫都見到有嘅。好啦，呢、這個就係兵器圖。兵器圖咧就係佢哋又係好似嗰啲閱兵嘅時候其中一個環節，但係好特別咧。你見到好多細路仔出現喺呢度嘅。嗱、這、呢個細路仔係咪？嗱、這、呢個細路仔，咁咧我就想佢有個 video 睇，可惜咧就冇聲啦。嗱、呢個細路仔幾犀利，上面喺度有個竹喺度，哇！好啲特技好厲害。咁咧，我希望你佢有字幕就好啦，睇下。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睇唔到啲字幕，睇到嗬。这画详细记录了当年清廷兵器图的场景。整幅画有2000多个人展示了古代的花样滑冰、冰上杂技、速度滑冰等等多个娱乐项目的比赛。整幅画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乾隆老二和大臣是观赏比赛。第二部分是运动员的比赛项目。第三部分呢是这个后场的这个运动员。比赛地点呢是在目前的这个故宫西侧这个太冶池举办的，也就是北京现在这个中海、南海、北海三块区域连到一块去就叫太冶池了。在身着素服的清廷官员的簇拥之下呢，为首的部分应该就是这个乾隆老二的皇船了。乾隆呢可能比较怕冷，就躲在轿子里面去看比赛，大臣就处在应该这个许身为天子的威严的一种表现。中间就是画眼的比赛部分，这个比赛叫做转龙射球，就是一帮的溜冰高手依着两个龙门为核心进行速滑。人群中有这种负责射球的，有这种舞刀弄枪的，有这种举旗顶花的，有杂技杂耍的，还有肩上扛人的。最佩服的就是这几个人，你看他们一边滑冰一边肩上的木棍呢，居然站一个小哪吒。还有这位老哥，他的这个双臂是展开的，上面还坐了两个娃，这个臂力是惊人啊，脑袋顶上还顶了个娃娃，真心是比较佩服。以娃为道具的还是蛮多的，你看这个木棍上倒挂一个小娃娃，这个呢挑起了娃，这个棍子上站一个娃，最牛皮的不是这个顶分的，居然是顶的是一个小男孩。当然了，除了这种单人表演速滑之外呢，还有双人速滑，你看这两个人，你拿着矛，我拿着盾，勾肩搭背的进行速滑表演。不过这个呢还不算过分的，你看这个不仅仅是双人速滑，两个肩膀头子上各站一个人，还拿着小旗迎风飞舞。当然了，这个项目转龙射球不仅会是一个表演，还有带有一定比赛的性质。刚才呢都是电场赛的表演，主角呢还是这个杯弓射箭的这个选手。他们每每经过这个龙门的时候，就开始射出自己手中一个箭，最终命中最多的为获胜者。画面最左侧呢就是这个后场的选手，因为他们脚上穿的都是冰鞋，个个是翘首期盼。这小子呢趁机想溜好上去比赛，好在有这维持秩序的，好让大家排队等着裁判的号令。这个项目呢可不是这个好大喜功的乾隆创立的，清朝的皇帝对于冰嬉这个活动的喜爱最初并不是因为是娱乐活动，而是出于军事的一个需要。据说啊，清王朝建立者努尔哈赤在一次战役的时候遇到一个大汗的老爷走路险些遇我的战机，幸好有一个将军是急中生智，挑选了几个会滑冰的士兵，顺利的通过了这个结冰的河面，扭转了战局，是反败为胜。此后呢，这个军队中就设了这个冰鞋营，掌握冰鞋营的机构呢叫做冰鞋处。历代皇帝都会在每年冬季的时候进行这个冰鞋活动，并且亲自参加，其中有这种转龙射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滑射等这种竞技场景。因为乾隆呢比较喜欢这个转龙射球这个项目，所以这幅画冰鞋图就表现了这一个项目。好，大家都看到了哈，虽然没声音都有字幕都 OK 的。那么故宫里面的藏品现在看先啦，过18,000万、100,000万、180几万件。那么有精品呢，珍贵文物有 90% 的，那所以都很难得。那么在最结束之前呢，我带了两样东西给大家估一下。嗱，呢度有個石，可唔可以攞俾大家睇下嘅大細啊？唔該，有個木嘅圖形嘅，係啦，咁大嘅啫，你可以吊喺度，係啦，咁大。咁佢咧伸出嚟咧，係就有把刀嘅，掹唔掹到出嚟？喺我右手邊呢度啦，有把刀。而家你估呢個係做乜嘢嘅咧？掹唔掹到出嚟啊？用手得噶啦嚇，咁你估係咩咧？嗱，估三下，唔係你我就開估啦，好唔好？磨嘢，
oh, sorry. 不如开估啦，系几难估嘅。吓、啊，剃须啊？唔系，佢嗰个 blade 唔利嘅，系刮嘅。OK， 我而家开估啦，好嘛？吓、啊、，OK， 佢咧喺马上嘅民族，唔该晒。佢个马蹄好容易塞咗啲沙啊。所以咧，用呢个嚟挑啲沙袋出嚟嘅，但呢个未必系故宫嘅，但系下一个咧系故宫噶啦，呢一件，呢件咧系啦，好细件，好似呢件咁嘅啫，系咁嘅，吓系咁大嘅啫，咁咧 ，OK， 唔该，你一阵去睇睇吓，好啦，我想讲一下呢个咩意思咧，嗱呢度睇下有个木桶。木桶上面咧就种咗棵万年青，万年青好老喎，系有果嘅，有结咗籽嘅。咁喺下边啊有灵芝，同埋有啲细嘅菊花仔。咁系咩意思呢？你系估唔估到啊？估唔到又开估咯喎！大青一桶万年，明白？大青。一个桶同呢个桶系谐音啊嘛，万年。咁点知嘅？因为我喺天津买嘅，因为溥仪带咗好多嘢去天津啦。咁呢、这个咁点解呢个崩咗啊？佢系镶喺后边有啲牛鼻窿，系钉喺一啲某种嘢上边嘅物件上边或者点样？咁。点解知佢系清宫嘅咧？第一，你冇人敢话我统治，有冇人敢啊？第一，汉人唔会啦，我唔系清朝啊嘛，系咪？更加唔希望我统治万年添啦。就算满族人嘅话，你普通人敢唔敢你做统治者啊？唔敢噶嘛，所以一定系清宫。第二咧，清宫同有一样有一件喺清宫里边系一样嘅，系雍正乾隆期间嘅，但系。在这些文物那里介绍过，所以知道这件是清宫的文物，咁都相当难得咯，给大家看一看吓。OK， 好啦，咁啊呢个大白菜大家都知啦，呢、这个白菜就是其实是江水的皇后，即系嗰个样唔系咁好，好阴公。佢嘅另外一个嘅珍妃个家姐嘅嫁妆嚟嘅。因为他住在永和宫，他这个呢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么装的，他是插了在一个花盆里面，旁边有些灵芝，那他的人觉得这样不太漂亮，不如拔了出来呢，就这样斜斜地，上面有那些虫仔，那些好像那些什么那些角角啊，啲咩嗰啲喺嗰度爬喺度上面嘅，但呢个咧就用得好似个白菜嗰个白色嗰部分啦吓，呢个口色雕，好多国内嘅人同胞去到就系睇呢棵白菜。好啦，咁另外呢个金钩咧，即系金杯咧，系好靓噶，佢叫金钩永固，金钩亦代表国家，即系咧江山永固，国家永固，永远系太平。咁呢两个系龙仔嚟嘅。嗱，啲龙仔咧就唔系好有未出得国，即系嗰啲所谓渐露头角啊，成龙咧就系有角嘅，要好多年先可以成龙嘅，有啲甚至五百年先成咗条龙有角嘅咁样。呢啲龙仔，咁呢啊三个大笨象托住佢，而呢啲都系东珠，咁佢作用做咩咧？原来每年嘅元宵，即系年卅晚。年三十晚咧，佢哋咧就系攞咗好多嗰啲皇帝咧，一阵间吓，皇帝咧就系凌晨啦，即系过咗十二点嘅时候咧，佢就起身洗咗面啦，就拈香，就将啲酒咧就放喺呢个杯度，啲屠苏酒放喺杯度，跟住咧就喺度开笔啦，就写红黑两个色嘅墨，写咗寓意吉祥，好似例如咧万象鸡三样启。太万象更新啊，和气至祥啊，丰年为岁，又写埋个大福字送俾啲臣子或者啲妃嫔，然后咧就更加红色，就希望达春年万事如意啦。